真高兴见到你。我说，假如有个可怕的兽人拿东西请你喝，你最好拒绝他。你好，我来。我们会想出办法的。为了机会来了，杀进黑暗之门。侵者，那些钢铁部落的懦夫只是在利用我们维持传送门的力量，他们会后悔的。暗影议会感谢你。钢铁部落，入侵者在释放我们的囚犯，阻止他们。快进去，勇士！你，外来者，摧毁教窝！如果你真的想阻止钢铁部落，那就去找出古尔丹。是古尔丹，传送门的能量来自于他。你看，传送门的能量减弱了。守住前线，我们快完成了。切断我的束缚，传送门就会关闭。为了部落，光靠你和我要对抗整个氏族，这很像我的风格。血之骨兽人会用凶残的血魔法把战士变成强壮的狂战士。运气好的话，我们就能在仪式完成之前逃脱。我们就在这里，懦夫，来啊，出来啊！他们看来很专注在仪式上，破坏血魔法就应该引起他们注意。和其他人开始行动了，我们这边快搞定了，勇士。看，
看看是什么东西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新鲜的肉。我们得救了，跟我来，萨满，我们可以从山上逃出去。惊奇，我们先把桥给处理掉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我们不能永远躲在这里，跟我来，不要走远。一座竞技场，这可能是个陷阱，但至少我们能光荣战死。这个奴隶贩子不懂什么叫荣誉。陌生人，你们已踏入了我的竞技场，想离开这里只能成为胜利者，或是尸体，杀100人，或是奋战到死。真开心，看你们这些老鼠打架太有趣了。抱歉，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大家跟我来。我只数到99个而已，法师。算我们欠你一个好了。快追，别让他们逃走。快点，在他们挣脱之前赶快进去洞穴。我们会一起守。莉亚德伦女士，带着欧林一起去侦查洞穴。是谁在那里？哦，很高兴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对付这些怪物。能救的，我们一定要救。我们动作要快，这些隐约兽人听的是奈祖奥的命令。奈祖奥的军官一死，他是一定会来找我们的。我没时间闲聊，我会带这个德莱尼去找卡德加，别让那个兽人开启传送门。我们会带援军回来。从门另一边来，你会是很棒的祭品。我离得太远。会吞噬你！靠近一点，然后烧吧！的日子到头了，鼠辈，别想跑，奈佐。好，靠近一点，我要活埋你来，为了钢铁部落的荣耀。卡德加，带我们离开。好险啊，我们回不去了，只能继续前进，险处求生。陈毅先生。
身，赋予这些战士荣耀，把敌人彻底击溃。站起来吧，双狼，为我们死去的酋长复仇，夺回我们氏族的荣耀。小群奴隶能对黑石壮盛的部队怎样啊？黑石氏族，杀了他们！你们三个跟着我们的勇士到战场上去，等候我的指示。我有个计划。你必须请领大人。我们的努力还是有用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扳手？你负责战斗，我负责修理，我们赶快坐上坦克吧。看样子我们来得正好。快跳进炮台，把他们都轰走。我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搞定。卡德加，替我争取时间。我会尽力而为，塞林。英雄，别让这些兽人靠近我们。对了，他发动了，咱们上吧。就来成全你们想死的愿望。起来吧，钢铁部落，去把人头带过来。不要放过任何。那支该死的军队随时都可能打来，我们快走。码头，快到码头上去。别杀了格纳尔，快跑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小心！继续前进，我看到船就在前面了。现在呢？往道路那头的船只前进。往这里，快快，动作快！你们跑不掉的，入侵者！这是我的世界，迟早逮到你们。我们双狼氏族会等你上门，地狱吼。不管是你、你的巨魔，还是整个钢铁部落，全都死定了。
我们会一起守护艾泽拉斯。我们上路吧，想要彻底解除钢铁部落的威胁，就一定要建立据点，我们需要本地人的帮助。前往双狼氏族的家园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的眼睛或许不管用了，但空气中熟悉的寒意却令人安心。你刚提到了双狼酋长。哦，没错，卡拉达的幼子杜洛坦，他有高贵的灵魂。杜洛坦，他有超凡的智慧，但毕竟还年轻，我担心他已经遭了古罗的毒手，我们的族人身处险境。德雷克塔尔，老朋友，你还活着？我已经快站不住了，要不是这些英雄，我恐怕早已死了。这些勇士们远道而来，许下对抗钢铁部落的诺言。我知道你的眼睛看不到，萨满，不过这个兽人的皮肤是绿的。就算没有眼睛，我也能看见他们高贵的心灵，他们救了我们的族人，包括你哥哥。好吧，陌生人，既然你们已经赢得了我们萨满的信任，我不会拒绝你的帮助。部落在这里有重要的任务，我们不会被击垮的。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新建要塞。我开往奥格玛的传送门只能维持一阵子，援军已经都就位了吧？都是最优秀的。哎，有人叫修理工吗？你要让哥布林来当工头？奥格玛的工程就是加兹姆为监督。奥格玛，固若金汤的堡垒。哼，最近不是被攻破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是有被攻破过了。准备上工。你的英勇表现替你赢得了这片双狼之地，你将从这里率领部落获得胜利。指挥官，都听你吩咐，指挥官。